曾金娜远赴欧洲波兰参加合唱比赛，优美的歌声赢得比赛唯一金奖和大会最大奖双金荣耀。旅程孩子收获满满，大村国小学生33人在老师带领下飞到波兰参加合唱比赛，他们到了当地在景点快闪表演，还拿着国旗。熟悉的茉莉花，外国人也许不明白歌词，但是优美的歌声跟旋律让路过的民众驻足聆听。演唱结束拍手叫好，还喊 Uncle。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莫扎特雕像前面，他们都快闪表演，孩子拿下了双金，开心满足。岳阳传来了好消息，很高兴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让我们再次回来唱歌，也在比赛中获得佳绩。大曾囡仔爱唱歌，大曾囡仔爱唱歌，唱咱家己的歌，予全世界听。因为阮上爱阮家己的故乡，阮的歌。大曾囡仔出国比赛得金牌，要回来了。他们出发的时候，从机场就开始传唱优美的歌声，要告诉大家，他们来自台湾彰化大村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吴淑平彰化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